为后续的这个两个飞行器的这种对接接触创造良好的这种初始的条件，对，这样一个过程。嗯，那么你看到现在呢，马上应该是进入接近的接触的那个过程了。对对对，对接环的接触过程。对，接触。长城报告，对接机构拉回开始。感觉这个动作还是很流畅。对对对，这个呢，咱们看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进入了咱们整个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对接段，也就是最后一阶段。这个阶段呢，是咱们对接机构通过接触捕获对接环的拉回。对接锁紧完成。咱们神舟11号组合体起控。载人飞船呢，已经跟咱们空间站形成刚性的连接。嗯，然后呢？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天和舱起控，转组合体运行。对，现在呢就是交会对接正常完成。